第二十八届金曲奖6月24号将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5月16号下午公布入围名单，由上届获得金曲奖肯定的阿美族歌手苏命公布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入围名单。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入围的有《三步一创作专辑》《拿干》《顺着河流走》《光明龙》《Long Story》。 创作专辑，还有《爸爸让女人》，最后一个《看见月亮》。今年入围名单原住民歌手成绩相当亮眼，卑南族歌手佳佳也顺利入围最佳女歌手奖，而久违的排湾族团体动力火车也在今年再度入围最佳演唱组合。 一曲曲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其他原住民歌手入围名单还包括赖明伟、吉秀兰玛雅，而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入围者包括桑布伊、车模、戴小军、郭明龙、阿豹以及马永恩与浓南乐团。其中阿豹的《娃娃养女人》更是入围四大奖项。同时，桑布伊跟达格闹分别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其中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奖项，则是今年特别贡献奖名单出现来自台中里山泰雅族的张雨生。特别贡献奖有两位，第一位是纪录侠纪女士，第二位是大家都非常怀念的张雨生。由于这场记者会延迟45分钟才开场，金曲奖评审主席黄韵玲表示，直到刚刚最后一刻，评审团还在激辩入围名单，可见今年金曲奖竞争相当激烈。记者吴马斯蒂亚台北市采访报道。